你好，一百位，我是小高。你有看到我头前这箱无？这么大箱哦，这是粉丝寄的啦。这是我头一个收这么大箱的粉丝寄的。我来看看内底有啥物吧。哇，这是各种的，这是化妆品吗？这是要给我做起泡胶还是各种史莱姆的材料？沐浴乳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家庭教师哦，这是啊？荧光棒，这是茶啊吧？嗯，这拢是伊，哦，那只高，这拢是伊的漫画。好奇怪，看看，有啥物呢？记事表。这是你做的笔记本。爱上乌克丽丽，基础入门篇。啊？哦，这个玻璃罐啊。够胡子。体香剂。是零钱袋吗？啊？你没这个可能。后宫交换日记，这是笔筒吧。啊，银魂！你看漫画好。有啥物？补习班。这是贴纸，十二星座贴纸。作业簿，这是什么？这写小说吗？小高收。朱小高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哦。然后我要送你一些礼物。
刚收。小高你好，这是我第一次粉寄给你，送的不好，请见谅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些礼物。很抱歉，软软送给别人了，而且史莱姆我也没有。虽然我尝试过做 DIY 史莱姆，但都没有成功过。希望你不会太介意。抱歉，我的字很丑。博野雅森也有可能找不到。酷，小高是超级动漫迷吗？我是，我也出来你是动漫迷。我刚刚这应该是我收过上新奇的粉寄了吧？好啦，这内底物件呢，这包我尽量用看卖。哇！我当做什么史莱姆看卖呢？好，今日粉丝加入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拜拜。